哇哇哇！那个人飞起来了！好吓人啊！那个神仙在渡劫。 这暴雨天！救命！啊，救命！哇哇哇！那个人飞起来了！ 我操！我的妈哟！好吓人！我操！起火了！起火了！我操！好吓人！ 吹到了！上岸好多地方，你看那个雨不得了，看，这个雨都走不到。哎呀，这个雨得不得了！龙卷风，哇，今天没下过这么大的雨。哦，走。 哇哇，那个人飞起来了！那个好吓人啊！走吗？恁个大风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上不去了，恁个！我操，那个，我觉得那个车太危险了。我操，那个车可恼火。 两个车，差不多。呀。两个车全倒。哇！我操！我那台车的，小被倒了。你看这一边全是吹倒了的，吹断了，这些小区的树都被。 昨天的风好大哦，昨天好大风啊，我们小区的这些树枝全部都被吹断了。你看昨天的风这么大。
这些都是昨天被吹断的树枝，你看，好多树就是已经被吹断了。现在都在清理那些打扫卫生了，没下雨了，也没吹风了，晓得吗？阴天。昨天我突然就是大风，先是吹风，风大得很，过后突然，然后就下雨下冰雹了。可能就是10点钟的时候到10点半的时候就下了，可能有半个小时，后面就下得小了，晓得吗？到处都是飘起的东西的嘛，吹落的那些泡沫啊，车子那些有些都烂了，晓得吗？一点的地方都在泡到水里面了，那个膝盖了，那个水都冰凉的，刺骨的很。今早起我去送娃娃读书的时候，中间那些公路上那些隔栏都吹倒给的，还有那些好多就是那种工地上那些隔栏全部都吹倒给的。那边就是有些楼顶就是那些简易的那些棚全部都吹倒给的，现在清理早上。昨晚上就开始在弄了嘛，清洁工的话4、5点钟就开始在做卫生，所以说现在就没，现在基本上一切恢复基本正常了。